那个人的身体不行，我怕他死，我怕他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格局都是委屈撑大的。早上六点打电话给我们家阿姨，我听着呢。不说了，关了，关了，下次再见。好，我妈不跟我联系了，不说了。这是我前妻，我不会放下他。他需不需要这份爱？他需要，他需要，需要，因为他是一个女明星，他需要别人爱他。小飞哥，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？爱。但是他和光头不已经结婚了吗？结，他们结他们的呗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你争气，我是因为我怕那个人的身体不行，怕他死，我怕他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你善良。我他妈的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我靠！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格局，格局都是委屈撑大的，受点委屈没不带什么。丑男儿志在四方，把事业做好了，什么都好了。五千名员工等着你。我怕他难过。行了，不管别人了。早上六点，早上六点，听着，不是，早上六点打电话给我们家阿姨，我听着呢。不说了，关了，关了，下链接，下链接 ，PK 断了啊。好，我妈不跟我联系了，不说了。我真的是早上六点多收到她给我阿姨打电话，说要死了，不行不行的了。又来，然后呢？我才关心他呢，然后我这种关心就变成了一种被人骂，啊，被他那经纪人当骂，骂我，他凭什么呀？他那经纪人跟律师真的是不行，他一直咳嗽咳嗽咳嗽，然后我们家阿姨就去家里，我让阿姨回家，我说你陪他，我说你一定要陪他，阿姨说好，我陪他。然后就是变成我今天变成我要跟他复婚了，我关心他。他是妈妈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我不是恋爱脑的问题，是因为他是母亲，他有三长两短，你觉得我过得去吗？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